王 YouTuber Hiba 所经营的 YouTube 频道拥有152万人订阅，频道累积的观看次数高达6亿多次。独自经营公司的 Hiba 近期在节目上曝光了平日里与员工们开会工作的样子，其中也提及了从2019年至今，单单在影片的观看次数方面，就能给他带来高达6000万台币的收益，其业配的价格则是大约50万台币。此外 ，Hiba 人气最高的影片是和厨师李连福合作的，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，该影片就让他赚了30万台币。由于拍摄当天是发薪日，因此他透露老员工的薪水大约是台币30万，而新员工的薪水至少都有12.5万以上。如此高的月薪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，同时有不少网友直呼 Hiba 真的很会赚钱，有部分网友逗趣的询问公司有没有缺人，真的很想体验月入10万的感觉啊。Bye.